对不对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入口酸回味甜，样样都在行的大花酱，欢迎收看本期大话娱乐。电视剧《海上繁花》正在持续热播中，在最新的剧情中，杜小苏在酒会上出手，被蒋凡对狠狠羞辱，而雷雨铮也根本不相信自己，不听自己的解释。杜小苏觉得不能再和雷雨铮纠缠下去了，于是，在蒋凡队找到杜小苏谈心后，杜小苏坚定地告诉蒋凡队，自己爱的始终只有邵振荣。说完这句话，杜小苏立马辞职离开了公司。雷雨铮得知杜小苏辞职的事情，马上跑去找蒋凡队兴师问罪。他以为蒋凡队又为难杜小苏，所以他才辞职。殊不知，杜小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雨铮。蒋凡队质问雷雨铮是不是喜欢杜小苏，雷雨铮却狠狠地说：“你现在越来越不可理喻了。”在后续的剧情中，雷雨铮得知杜小苏去海岛看望孩子们。